没有了。我都要吃葡萄糖。葡萄糖，葡萄口味的 QQ 糖。我等一下吃葡萄糖。今天礼拜六，君君的早餐是什么？红豆饼。对了。我今天要上学吗？不用啊。为什么？你今天礼拜六。那我再上一天就要上学了吗？明天再放假一天，然后就要上学了。我们总共可以放假两天，但是说不定可以放假三天，因为有台风要来了。会放台风假吗？不知道。有可能会哟。有可能吗？有。哦。记者多的。记者说。有可能哦。记者多的。嗯。记得多的。杨友群的午餐，今天吃芭比弄的番茄牛肉粥，有菜菜，有丸子，蛋。OK， 洛洛做的洛洛。这已经是群群的第二碗。棒哦，吃得很好哦。来，还有鼻涕。等一下吃完了，要吃一点药，要睡觉。你不要睡觉。杨友群的晚餐。今天我们来富国家楼下吃饭。我爷爷睡觉了。所以今天的胃口很好，高丽菜，葱爆牛肉，拌拌也要吃。你们要什么？那个虾子啊，虾球啊，妈咪用。你帮妈咪拿眼擦个眼泪，妈咪帮你擦耳边。为什么？帮你的眼泪吧。不是的。你帮你的耳边吧。嗯。你等一下，妈咪擦了。擦好了。我每一次都是妈咪帮我擦的。来，抱一下。这个没有吧？你妈咪抱回去。还有声音吗？那我来听听看。听听。来，你去拿，你拿想听的故事是。叫感冒的，英文的呢？是的，你问我那一个，那是谁要出感冒的病？谁要出什么？好，谁要出感冒？
这是有谁饿了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问号，标点符号，它是有谁饿了，然后一个问号，疑问句的意思。有谁饿了？我要分类。小老鼠嘞？在哪里？我这个吗？对呀，你是小老鼠吗？我拿眼睛盯盯那个在你。没有啊。对呀，我当然是小老鼠。那小老鼠最喜欢吃什么？这边是小老鼠的书吗？嗯。有啊，你那个小孩子最喜欢吃的东西没有？你好，谢谢老师。对了，小男孩问说：“你要吃什么呀？”吃橘子。哎，小老师最喜欢吃橘子。嗯，好大一块橘子。好大。对呀、啊，小老鼠说：“我好饿哦，喜欢吃鸡。”安了安了，这你帮我分类好吧？好，要什么？好，裤子，没有裤子，肚子在这。嗯，好，分了，狗狗。好，我在睡觉。再见。老鼠。谢谢谢谢。妈，你怎么？吃稻草。吃稻草。妮妮吃什么？鹦鹉吃花生。对。那小男孩吃什么？为什么不要吃？因为是这样子。粘不起来的话，它就会断掉。断掉掉，那可以凹吗？就不能凹吗？那可以凹住吗？那你不凹，凹了不凹了？想凹？嗯。凹住。好了，来。再吃药啊。希望今天是最后一次看医生的啦。哦，我们群群跟妈咪都去看，再去看一次医生了。那芭比要带，这芭比带我们吗？对呀、啊，芭比没有生病啊，群群跟妈咪都生病了。希望我们这次最后一次看医生，好吗？对呀、啊。啊，你还想要再看医生啊？我不想要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们这次最后一次了。我不想要看医生了。嗯，妈咪也不想要看医生了。我也不想要。那我们就要赶快把病养好。要怎么样把病养好？就是睡觉睡好一点，吃饭吃好一点。我水水多喝一点。把那个饼好了。你要卷饼了。嗯，我要捡，把那个钱好了，那个去做一个煎饼了，用剪的，剪。好了，卷好了，睡觉了，小友群晚安。妈咪，开心吗？妈咪，我也爱你。嗯，妈咪，我爱你。妈咪，我去的时候，有人很开心的等，我就会害羞开心的啦。你哦，你是害羞开心的人啊？对啦。哦，你说那个人啊？嗯。他害羞啊？对。你知道你又是？